土星四十，木星七十，金星五十五，加上水星也定了六十个，海军275个。哎呀，老大要急了！没想到这些造反地球人还挺能打的，这样更好。我一定把他们带回卡戎星，培养成奴隶头。今天的电影不错哦，想不到你会选这一部《罗密欧大战祝英台》。难道你是一个浪漫控吗？没，只是被人家说成浪漫控，感觉很弱呀。哦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我们来拍张照片吧，发给琼儿和天宇看。如果你今天晚上完成我对你的重托，找那个双重间谍去看电影，然后找到那个照顾他的人，这样你在我心中的这个分数就会大大的提高哟。对，拍照存证，好主意，用我手机。哎，你会不会拍照啊？这样拍照会显得下巴很大哦。往上。那个，你知道，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年轻人，是不是应该把热血撒到战场上面去啊？啊，你觉得呢？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说的话很傻哎。不就是看场电影吗？你在想什么呀？只有古代人才会想那些无聊的事情呢。难道你是古代人吗？你让我想起我老爸，他就是一个古代人。你老爸？古代人？哎，你难道非要看到什么东西吗？你难道就不会用心灵去感受一下眼前的东西所带来的东西吗？古代人？别闹了，这两个人怎么会说出这么像的话呀？哎，你说说你爸这古代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没有了，就是我爸爸看我一个人太孤单，想要有一个替他照顾我的人。其实早就有一个像我爸一样的人在照顾我啦。是吗？这你就不明白了吧。在双重间谍这个行业里，能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人，往往就是级别更高的特工，懂了吗？这么说，他已经有像哥哥一样照顾他的朋友了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潜伏了。哎呀，我的神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给我吃的，给我喝的，还给我月光，让我亮晶晶。嗨，你还好吧？他真的很照顾你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反正比你们一个个都厉害。我说的是游戏技。什么？会有人游戏比我强？我将侦搜软件升级了，已发你邮箱，可以更快搜索星巴克的位置了。好，我要先走了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我的事情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我怎么会跟别人说呢？谁的游戏会比我强啊？啊，你就贫嘴吧。好险啊，这样其他的就可以告诉局长了。怎么了？没，刚才那边好像有人盯着我。哦，走吧。这下可以交差了吧？怎么还没来呀？局长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确有其人。有人？有什么人？他亲口跟我说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像我爸一样的人在照顾我了。真的啊？那可就太好了，你完成得很好啊。你利用完了是吧？像欧巴一样的朋友还用了照顾两个字。局长，这下我可以成为电子宇航员的候选人了吧？臭小子，既然阿碧已经有像哥哥一样照顾他的朋友，那就不能再让这个臭小子去搅和，而且绝对不能让阿碧知道我利用他来打听这件事情。小龙兄，这件事情我还真得跟你道个歉。我呢，真的是有这个念头，也希望你能够破格加入，但是我向上面提了申请，最后关头被上面否定了呀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还是重新返回天星大赛的行列中去，我想以你的实力一定可以加入入选行列的。
过河拆桥吗？大人果然不老实，接下来就该说不联系了吧。为了暂时保密，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。啊，哎，这样好好保重啊。喂，不好了，局长，宇航部来电，无人宇航机又被人在远程更新了程序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空间战机队，我给你们拼了！哎，就这么走了？大人都是爱骗人的。大哥，玩这个最怕什么呀？怕什么？怕的就是给飞机下的指令混乱，操控不明确。那怎么做才能下达明确指令呢？你自己先摸透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宇航部传来消息，程序师发现升舰、天运还有梦战的远端操控模式遭到不明人士的修改。真的是造反了！局长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说。根据情报处的分析，空间战机队的力量可能来自 NSSA。什么？我这儿？就是代号 Number Five E 的外星五能量中的三个。大哥，我来检查。局长，请您输入密码。找到了。记录显示 ，Number Five E 的档案曾被复制，时间是2016年4月1日。那天刚好是人我行的离职日呀。这个人我行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想活了他？哎，刚才谁在跟我说话？你是谁？我就是当年和人我行并称为宇航双剑客的金不败。宇航双剑客，剑。哎，你是不是低头扫地，脑子充血了？要不要我去给你拿点维生素啊？是你想太多，剑是暗剑的剑，人我行用的是回车剑，我用的是进入剑。啊？回车是安特剑，进入不也是安特剑吗？这不是同一个剑吗？ No, 你们想错了，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剑，回车是 return 剑，进入是 end 剑。哦，我知道，跟你们讲这些你们也听不懂。总之呢，没有这两个键，电脑是无法启动的。就好像我跟人我行，没有我们两个，宇航部也是无法运作的。那你很了解他了？人我行在哪里啊？双剑客平时是怎么联系的？呵呵，的确，以前我们的关系非常好，但是现在，你应该知道宇航机 RCV 吧？就是我们两个手上搞出来的。但是在我们发明 Space 装备的时候，他坚持要用 Delete 键，我认为该用 Escape 键，于是我们两个闹翻了，他一走了之。然后我再也找不到竞争对手，于是我现在只要和这把扫把一起过日子。不是， Delete 键和 Escape 键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是左手键，另一个是右手键。哎呀，这难道高人说话都是那么那个吗？天助我也，快跟他套交情。哎，靖兄弟啊，这段时间呢真是委屈你了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因为人我行，我不屑再碰键盘，但又为人我行，我决定重新上岗，我一定要和人我行决一胜负。约你你不来，看电影也不一起请，还发照片炫耀，不管你欠我一场电影。拜托，那电影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我这不是特地赶过来跟你们会合了吗？
我倒希望你不来，刚才我就说了，让你进攻的时候先观察一下。哎，你倒好，差点被一群小鬼设的陷阱给搞得全军覆没了呢。别闹了，说得跟你没责任似的，要是你听我的话早绕过去了。呵呵，你的路线那是因为有琼儿在。琼儿，琼儿，琼儿，怎么了？这是车乱停，只是有碍交通，人挡路就是有碍市容。嚷嚷，有没有搞错？你们老师没有教过你们在别人背后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吗？离这样的人太近是会被扣分的，虽然你的分数很高，没少女同学。没啦。这么糟糕，真丢我们九零后的脸。肯定是漫画看多了，这种人。我们走，阿碧找我们。好可爱、啊。走了，别把话吃了。真倒霉，现在去哪儿抓人都不对，战旗队的小子好像盯上我们一样，去哪儿都能马上现身搞破坏。又怎么样？上次是我大意，这次我要亲自动手，让他们知道我卡荣西的厉害。提错章，卡荣西，老板，老板，你们两个笨蛋，为什么要断货？再这样发不出货，大家都不要吃饭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就先提高价钱，价钱一高，收入立刻变高。我在卡荣星做买卖都这样搞的。反同，就因为这样，你们那里越区销售最严重。在各自负责的销售范围中，单方面恶意提高或降低售价，将导致其他区域对其出货或进货混乱，是影响市场行情的行为。这样你们懂了吗？是老板，是老板。首先，真啰嗦。不就是送爱心吗？送哪儿不都是送爱心吗？啊！出发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就放心吧，局长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？这两个家伙非常的厉害。哎哎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个是智力比赛的冠军，另一个呢是射击比赛的全国第一。他怎么这样说呢？哎，哎呦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哎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你担心什么呢？好好好，我挂了啊，我不跟你讲了。哎嘿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是正牌的空间战机队。这实在是太帅了，这样好吗？明明已经是别人使用过的名字，我们不如换一个吧。抢先一步不代表就是正牌，再说我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？系统已经改不了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当时设计这系统的时候，我有一半功劳的，我同样拥有使用权。嘿嘿，说的也对。为什么你总觉得我们比他们逊？有什么好怕的？用实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 Space Deleter。来吧。嘿嘿嘿，嗯，我们试试吧。嘿嘿嘿嘿。小子，好好表现，不要丢我的脸。Space Deleter， Rolling， Play。光明磊落，地站位，所向披靡，森站位。 Space 战机队攻无不克，帅啊！哼，地站位代表旋转的力量，所以你的卫兵器是锥心钻。森站位代表咬合的力量，所以你的卫兵器是训心钳。来吧。好，锥心钻，训心钳。我会再提升你们 Space 装备的威力，我也让大家知道，尤其是那个人我心知道，我金无霸是多么的厉害。你们听好了，头说了，太阳战机王是由远程宇航机组成的，
升舰号呢，拥有火箭的速度和爆发力，天运号拥有重型运输车的承载和马力，而梦战号呢，是最高级别的精密侦搜卫星。但是就目前的发挥来看，还不到十分之一。速度和爆发力，承载和马力，侦查搜索还不到十分之一，也就是说很多功能还没有用出来了。对啊，哎，鲁修迪不是说过，想要进步就要创新，要创新我们说的倒是挺容易的，我们可没说不愿意创新呢，但总得给个说明书之类的吧。怕什么？怕的就是给飞机下的指令混乱，操控不明确。你想到什么？没头说了要动脑子。动脑子？快拿出你们的新龙变来，现在所有软件都已经升级，估计所有设备都能侦测到新 bug 的信号，先解决眼前的危机再说吧。空间战机队出发。是，快快快，救人第一，抓人。好，换个地方继续抓人。你们去哪儿？又是你们三个，来得好，我正想怎么带你们一起走。想做梦来找梦战卫啊。天生无敌，火战卫，勇往直前，天战卫，智慧美丽，梦战卫，飞机战机队，战无不胜。闪住他们！上！天生无敌，就剩你一个了，那又怎么样？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！哑巴哑巴嘟！怎么消失了？太强了，双蝙蝠！这家伙太狡猾了！哎呀，别吓我呀！快进来！好玩，好玩，真好玩！耶！糟了，他又不见了！什么？得快点找到他呀！躲到哪去了？难道在后面？不会躲到上面去了吧？我在这儿。什么？看我的！快躲开！哑巴哑巴肚！哎，看他的影子！太好了，有影子，我们就能抓到他了。没错 ，Space 连续攻，升！小菜一碟，闪出的！冲星舰！星轮，星光锥 ，Space 烈火天梦机，闪出，他一定去破坏反地图了。
出动 RCV。启动穿梭，这么喜欢地狱，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地狱。让反地图吞噬你们，好玩好玩，太好玩了！哈哈，就随着我踏上通往星河的梦之翼，不管明天有多少的挫折，胜利的光芒会永远照耀着浩瀚无尽的宇宙，开启那扇门，让那勇气做梦想的守护神。下起着美丽的流星雨，向着成长的烦恼和星球大战的结局。